1999年的时候，让 UNESCO 呢把日光东照宫呢登录世界文化遗产，好，所以它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。然后 UNESCO 再怎样收费跟维持啊，这样子哈，跟。这边就是他北极星如果到位的时候呢，他会有直线光线可以照过去。你要弄，按可以穿。慢。Thank you.